大家好，侬好啊，菲菲啊，朋友在了哪呢？大灵不灵？伊说我到地铁站，所以讲我讲阿拉应该再来趟。哦，啥体啊？伊讲应该再来趟，不是蛮好吗？错他，我翻一下，阿拉应该再来趟，等于侬再也看不到我直播了。啥人讲啊？人人侪晓得，搿就像一为零子，就像不怪侬，就是就怪侬表。侬人真好，意思是我情侣他穿泳衣裤的男人谈朋友，也不要脱侬假衫。喂喂哟，阿拉应该试试看别人，代表黑擦呢，我已经试过了。哪来晓得的啦？当然了，上海人拎得清啊。是呀，搿就像小辰光爸爸妈妈要把侬养个鸡杀了吃，但是伊拉骗侬，伊吃了橡皮筋。哦，碰了巧了，我小辰光养了只鸡啊，就是因为不小心吃了只橡皮筋，乃末死脱了。哎，露丝，好叫好叫，搞笑嘞！阿拉娘就差一眼眼就辣老伊，想不到伊还是把橡皮筋吃下去了。后头嘞，伊还想让伊吃眼醋，让伊吐出来了。哦，真的，鸡鸡。